凭借《中国好声音》一炮而红，并成功登上春晚舞台的平安，早年曾是各大选秀比赛的常客，却屡屡铩羽而归。当年他参加某选秀节目时，担任评委的高凌风却对他青睐有加，并预言他必将在34岁大红。如今一语成谦，也让不少网友惊呼他为预言帝。不幸的是，高凌风去年患上了血癌，平安也不忘在春节之际前往台湾探望当年的伯乐，并晒出两张游玩的合影。照片中，高凌风一身潮装打扮，笑对镜头，看起来精神不错。2月17日晚，平安在微博感怀道：“和高凌风大哥聊了一下午天，受益颇深，很开心，很欣慰大哥有如此好的心态，乐观地面对病痛，有好的心情，积极地面对生活，定可以战胜病魔。”远道而来的平安还不忘满足高凌风的心愿，陪同他去阳明山赏樱花，并在微博上送上祝福，希望这美景能送去美好的愿望，祝福我的大哥渡过难关。